现在在卡都卡，这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卡都卡。这一次来呢，想说跟上次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差异。泰国的物价好像比几年前都还要来得贵一些些，就是你现在可能已经买不到那种几十块、九十块、一百块的衣服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稍微猜一下，我待会要买的那一些衣服的单价到底是多少钱，实际老板娘会报的数字到底是多少钱，让大家看看那个差异到底有多大。那当然可能也会有遇到那种很便宜的，或者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会想要杀价的部分，一样都会拍给大家看。那我现在呢决定要先走去专门在卖衣服的那个区域。其实卡都卡的衣服我觉得已经算是蛮便宜的，如果你要跟百货公司比的话，因为我昨天就是有去百货里面啊，还有去一些店家里面逛，我都觉得那个价格真的贵到一个不行。可是可以理解，因为那些衣服都通常都是设计师品牌，可是你在卡都卡这边买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比较在地便宜的，你知道，就是比较大众款。可是呢，因为可以捡便宜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出发去买衣服啦。欢迎收看一只阿元，别忘记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频道哦。锁定到了一间我觉得蛮想买的店，你知道每次来泰国都一定要来找这种可爱的碎花小洋装，然后它刚好是没有贴价格的，所以我完全不会知道到底是多少钱。这超可爱的，这种小花的，红色的好 Q 哦，黄色的很可爱，紫色的也超可爱，樱桃的也可爱，好想要买耶。我猜这个一件250吧，250我可以接受哦。那我先拿。这件的背面是长这样，然后这件的背面是长这样，那我觉得这件比较可爱耶。 I want this one. 250. OK OK. One. 我太厉害了吧，我刚猜它就是250耶。它这边还有其他的这种多巴胺色系的衣服，真的很可爱。我其实上一次来泰国啊，就很多人问我说衣服在哪里买的，我跟你们说我全部都在卡都卡买的。我觉得黄色的好可爱哦，这种对不对，很好搭耶。给大家看一下它店里面的，我觉得这一件很不错，应该是女生大家会喜欢的，尤其是这一整排，这也好可爱哦。我觉得这件很可爱，这件我觉得我应该会想买，但颜色我考虑一下要不要选其他颜色。这套我猜250吧，上下应该也是250。我问他 How much for this one? 300，他说这是300块，所以300块加250是550。If I buy this one and that one, can be cheaper. OK. 他都不能杀，那没关系，那我就 Yellow. Yes. 想要买的是黄色，我觉得黄色很夏天，就是穿起来蛮可爱的。但它因为是上下，所以就是两件，所以共300块，我觉得可以啦，因为老板娘不给杀，所以就共550。你们觉得贵还是便宜？旁边刷起来让我看。So totally 550 right? Yeah. OK, 买到了两件。我其实今天走带3000块台币出来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会买到很多。超便宜的，这一件买一件250，两件变220，三件一件变200，超便宜。但是因为它已经有显示价格了，所以我就不能买，因为这样我就没办法猜了。一件才80，买啊！这太便宜了吧？可是我们这个企划没办法看到价格哎。那个好想买哦，那大便宜的。但我看到有一间没有价格，看起来是比较偏韩系的，拍给大家看。这一家感觉还蛮不错的哎，西装外套蛮好看的哎，好像很适合接下来的台湾，大概秋冬左右。可是它感觉比较窄，然后还有在卖一些 T 恤，那一件军绿色裙子蛮好看的，猜它一件300。这一件我也蛮想买的，这一件我猜500。好，我来问问看。他们其实还有蛮多很可爱的 T 恤。The green shirt, how much for that? $390. And the outside, yeah, this one $790. 790跟690，我原本以为是300，另外以为是500。比较贵，那我买西外好了。If I buy that one, can cheaper $750. $750. 哇 ，OK，
OK，$750 Only one size. Only one size. OK. 没有很便宜耶，可是西装外套在台湾通常一件就是要卖1000多块，所以他这边卖750，我是觉得还是有比较便宜一点啦。我觉得卡都卡现在变得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便宜了，但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很便宜的话也 OK， 就是你们就是勇敢的杀价，买到你。女生的钱真好赚，但这件真的超好看。之后呢，如果有拍照的话，我把它放在旁边给你们看它穿起来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件是蛮值得的，就是秋冬的时候很适合穿。它穿起来，我觉得它是很百搭的颜色。哦，你们看那个一件才120、150，超便宜。这个颜色好可爱哦，而且它整间店都是这种纯白色系的。它正面其实也都蛮好看的，这里也是，这件超好看，而且它是长裙的，然后这一件也是，它里面人蛮多的，我是蛮想要问这一件的价格，但我猜它的价格，我觉得这个也叫890，那我等一下问他多少钱啊？How much for this one？ 大概2000块，2000块，等你去卖它，好不好？出到这里。$2,090，2000吧，比我想象中贵很多哎。谢谢谢谢，台湾人吗？对，我台湾人，台湾。哎，真的？台湾哪里啊？台北，我也台北。哎，你们看起来很像当地人哎。我真的没听见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很漂亮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泰国人都很漂亮。像人妖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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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五官很精致，超厉害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哎。他家也很厚实，这家跟其他跟泰国的不一样。然后它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会有点透明，它很厉害，你要试才知道。你来试，你来试。但它感觉好厚哦。对，它比较贵。哦，2000多块，是有比我预期的贵蛮多的。你有1000多的是吗？直播主，他是有拍。YouTuber， 我在拍片这样。是百万 YouTuber 吗？哎，不对，还不到百万。代代购不是代购。有有，2000多块，但真的蛮好看的哎。你们慢慢逛哦，你们慢慢逛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然后也可以理解它那个材质比较厚，价格就会比较高。可是这比我预期的贵太多了，就是它2000多块，我觉得我知道，就是我很难下手，你们应该很难下手。所以呢，我先继续往前逛。第三间想要逛这一家，它刚好外面有一些是有价格，有一些是没价格的。但我觉得这一间应该也是大家会蛮喜欢的，因为它看起来比较柔一点，然后也是日常可以穿的。这一间，你看像是旁边这一间橘色的，我就觉得它是日常很好搭的一款。哇，很多这种短裤哎，这种短裤感觉超舒服。哦，也有这种背心类的，感觉很好看，好搭，好搭，好搭。我真的蛮想要挑它的这个白色的裤子的，这件感觉很舒服哎。再一件背心，好，这个背心挑这个好，我猜2500。这件这样也很好搭哎，就问他这两件。100块，这是我刚刚这样子逛过来最便宜的一间店，真的太热了，到我汗流浃背嘛。分享给大家，如果要来卡都卡的建议是早上来会比较好，下午真的超热，而且因为刚刚有下雨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整个闷到不行。好逛是好逛，就是好热。其实这边有很多东西啊，它有一些家具啊，然后香氛啊、厨具东西真的很多，然后也有鞋子什么的，但就是。我觉得它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逛，它没有办法，就是你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全部逛完，你逛不完，东西太多了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你们当下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，你们就直接买，也不要想说等一下再回头买，因为你回头有时候你不一定找到那一间店，然后你也不一定找到同款的，可能就被买走了，因为东西都偏便宜。哇，他这边有在卖这个 Y2K 的这个项链哎，超可爱的，我想买。我猜这一条。50，这超可爱的，而且它也有戒指，然后哇，好可爱哦。How much for this one? $39. Yes. 哇 ，so cheap. $34, $100, you can't beat everything. Oh, okay, okay.
很便宜，这才39元。哎、yeah, ，Thank you so much。我一个才39，那肯定要狂买啊！这在虾皮一条哦，暴利也都要250左右。我是觉得，因为现在 Y2K 超流行，所以大家其实买这个就蛮好搭的。这个39，超便宜。我刚才猜说50还100，好，肯定要狂买。它下面也有很多很可爱的夹子，夹子也很 Q 哎、欸，感觉可以再拿一条。这个好了，这比较素，也蛮 Q 的，但我想要拿这一条。刚小姐姐跟我说买6个200，所以我再挑2个。但我想一下，我还要再挑什么？这也很可爱，可是这我平常好像不太会戴，那买个手链之类的好了。哦，这个也可爱，那会不会太多爱心？不然这个好了。这一间店它是24支，买完啦。自己觉得如果要逛的话，建议是逛有遮蔽物的，不然真的热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这一间店的风格我是还蛮喜欢的啦，但尴尬的就是它很多衣服都应该是仿的，因为它上面就是都有 logo。我觉得它如果没 logo， 我就会觉得哎100分啊。可是因为它就是有 logo， 我就没办法挑那一类型的衣服，可是它其他的款式我都觉得很好看。你们看一下，它有设定 CK， 我看到是仿，但是它有一些款式它只要没有 logo， 我都觉得是可以挑，就是比较偏辣一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就挑不是没有 logo 的好了。就比方像这一件，这种我就觉得好看，这裤子我也会觉得好看。你看它上面那些也都蛮好看的，这个应该是仿的。How much for this one? 这件蛮好看，只是这件感觉比较露一点。Excuse me, can I choose this one? The outside white? This one? Okay. Four color. I want the white color. Yeah. Thank you. Oh, okay, 马吉马，最后一件。在泰国，我觉得要挑背心，不然真的是炸裂。它这款式真的都不错，可是就是喵喵 CK 这什么 low 一点。啊，有没有这种素的嘞？看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稍等告诉大家。我现在看到一件我很想要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台湾绝对没有这个颜色。然后现在小姐姐要教我 how to wear for this one because it's so difficult。它有线，哦、，sexy 耶 ，wow sexy。You think which one is better, this one or that one?Like this. I like this one, but yeah. I think it's also good. It's nice. Okay, I want this one. Thank you. 因为你在卡都卡，就是你只要买多。就会比较划算啊！你都单买一件，它就是没办法让你杀，或者是好一点的，它可能到底杀了30-40块钱，1030元。OK，wait，因为刚刚有一件比较贵啦，那件白色的比较贵，所以后来就是全部这样加总起来的话是1030元。其实原本刚刚它是算1100多块，但它还是有给我打折。刚刚那一件真的是好看哎、欸！好啦。今天就是介绍了5间在卡都卡逛到很不错的店，然后呢也顺便猜了一下他们店家衣服的价格。我觉得卡都卡这边就是能逛的东西真的超多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空来的话呢，就是可以慢慢的逛，它真的是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。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是我没有介绍到的，但因为它门口都已经有价格了，我就觉得那大家如果自己来的话呢，就可以依照你们自己的喜好，然后去挑你们想要逛的店。好，我想要去外面了。这边也可以按脚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还蛮赞的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就是这样。热到一个不行，我要去找一个可以消暑的地方了。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支卡都卡跟大家分享的影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喜欢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觉得
是因为这边就是大家都听我在讲什么，所以我比较不会尴尬。好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